哇，要中秋节了，太棒了啦！那这一次呢，我们有非常好吃的这个月饼呢，传统口味呢，我们有这个怎么讲玉皇蛋黄莲蓉，玉皇好运连连，红豆沙之恋，还有呢我们玉皇新之蜜月，这四种传统的口味都是你的哦。是的，没错，而且最主要的是什么呢？我们的新颖的口味呢也有，有的就是呢火龙蔓越莓，还有玉皇的流心黑芝麻，超香的，以及金沙榴莲。什么榴莲口味都有啊！ 天呐，真的太棒了！我告诉大家，这个套组是我们全台最便宜、最划算的了。因为八个月饼啊，只需要99零吉，原价是215零吉耶。没错，而且最主要的是呢，上网抢购的话呢，不要忘记还可以额外赚取5%的World Cashback。代表说，下一次在 Voucher 买东西啊，又有额外的一个5令吉可以做一个回扣喽。 我感觉上好像唱那首歌《15的月亮》，唱着我的家乡。不晓得大家对于这首歌是不是很熟悉？那我们每一年啦，也只会唱它那么一次。是什么时候呢？就是中秋节月圆的时候，月圆人团圆说得真好。但是我相信呢，今年的月圆我们没有办法呢，全家人一起团圆。但是不要忘记。 过年过节还是要过这样的一个节日，因为呢，就算我们现在的不能相聚，但是仪式感还是要过的。像是什么呢？哇，吃月饼，就是一年那么一次，要吃到最香、最好吃、最有味道，甚至最有怀念情怀的那种月饼的话呢，今天你一定要看过来啦。真的，因为我告诉大家，今年呢，如果我们要过中秋节，最主要另一件事情是什么？要懂得是什么健康。 健康一定一定哦，所以说安全第一是我们的非常好吃的一个怎么讲一个表格，所以我告诉大家，今天如果你在看着我们的话，哎呀恭喜你了，因为呢我们今天要介绍给大家全台最好吃，但是最划算的月饼套组了啦。那看到没有，今天我们来自裕王的这个月饼，我告诉大家它的口味真的是非常的不错哦。首先我们有四种不同的口味，就是传统的口味，那传统的口味有一些就是是的，就是有两个呢，蛋黄莲蓉，然后呢还有一个呢就是好运连连，还有一个呢是金枝绿叶以及红豆沙之恋。那我们有创新的一个口味，创新的口味又有哪一些呢？来来来，我们创新的这些口味，你看到没有？我们有我们的火龙蔓越莓，就是粉红色的那个，还有我们这个流心啊黑芝麻，然后呢我们还有这个哇金沙榴莲，就是黄色的那个香香的榴莲味，天
红豆沙之恋有一个，还有我们这个新之绿叶，就是我们的 green tea 有一粒。最主要是什么？这个是传统的口味。除了传统口味之外呢，我们还有我们这最新的口味哦。是的，因为呢，现在的年轻人都喜欢呢怎样创新的一个口味嘛，有的就是呢火龙蔓越莓一个，然后呢流心黑芝麻流心的哈有一个，还有金沙榴莲也有一个。真的，真的，真的，我告诉大家，最主要是今天有八种不同口味的这个月饼了。最主要呢，在这两盒里头，想想看，如果你在外头买的话，是吗？你走在哪一个店里头的话，你都知道它会有200多零级的。但是今天呢，你要走店咩？你要在外面去逛咩？不要了啦！最主要安全第一。今天如果呢，你把我们这八粒我们这个玉皇的这个月饼带回家的话呢，今天我告诉大家，我们还有免费送到你的家里啊！不管呢，你爸爸妈妈是住罗佛州啊，你住登嘉楼都好啊，一我们就送，免费送到你家去。哇，跟你讲，你不能回去，没问题，我们把你的那份心送回去。最主要是那份心只需要99零级而已，根本都不用花太多的钱啦。真的，而且最主要的是哈，今天呢就是呢这个套组哈，你花一个钱，但是呢我可以带回去八种口味 ，OK， 有八粒啦，但是七种口味啦，因为有一颗呢就是单黄莲蓉有两个嘛，这就是大家最熟悉最传统的一个味道。是，但是你看现在还在外面啊，你买一盒这样子的一个月饼多少钱？都要整80多令吉，70多令吉了，对不对？有没有运输费哦？对啊，但是今天呢，我们整个套组啊，两盒8颗，而且是大颗的那种哈，是只需要99令吉而已，包运费送到你西马的家。而且呢，还有什么？还有的就是哈，我们上网抢购的话，还有额外的这一个呢，免运费送到你家，还有5%的 wall cashback。这个5%的 wall cashback， 我告诉大家，不是 point 买的啊，你改天买东西，还有一个5%的 wall cashback。我跟大家讲，今天如果你看到我们的月饼，看到没有？里头是满满大颗的月饼。这个今天的这个口味，八种不同的口味，我跟大家讲啊，其实呢，有传统的，就是说爸爸妈妈已经很习惯，已经好吃的，但是有新的一些口味呢，最主要呢，这新的口味呢，它是少糖分。是，我知道，告诉大家，我第一次把它放进嘴巴里面的时候，那味道，哇，天哪，真的是有果香味，这么香哎，真的，而且最主要的是哦，各位朋友，你不要忘记了这是什么，像是呢，今天哈，我们带给大家嘛，就是月饼嘛，像星星自己本身，我真的好久好久没有回家了，没有回家的话怎么办呢？就只好呢把月饼呢送到家去。星星自己本身就因为吃到很好吃，所以我就把这个月饼呢送给我家的干妈，然后干妈呢也吃到非常的开心。那要怎样呢？在这个佳节上面哦，你又可以呢跟家人一起吃到月饼的一个感觉呢？我跟你讲，我们就可以直接怎样？就直接和开 video call， 跟我们一起视讯一起吃。最主要的是，我觉得我们今天呢，一定要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这个月饼自己本身哦，它呢这个哦里面哦都是很好吃的。对，像星星自己本身这样子，你看我买了之后哦，我就怎样把它寄回家咯。寄回家了之后，用视讯的一个方式跟干妈远程一起庆祝中秋节，这真的是现在哦最流行，但是最有意义的一个的举动了。像星星自己本身，我真的呢就是非常的喜欢，非常的开心。然后呢，最主要的是，我觉得干妈哦也吃到呢很开心，因为哦她吃了。他一边吃他就讲说很好吃，而且哦不甜，老人家最喜欢的就是什么不甜，在不甜的时候呢，我们就可以让他们吃到好吃之余，可以吃得更加的健康。是，我告诉大家，我刚才看到你这跟干妈这样子吃月饼哦，是，突然我有点感动哎。对啊，因为大家都知道嘛，在这种佳节的时候，最主要是什么就好像月饼一样，我们家是圆圆的，要团圆嘛，对不对？是。但是呢，如果你不能回去的话，没问题，这一档呢，我们帮你，只需要寄回我们这个怎么讲，我们这个玉王的这个月饼的话，你的心意就送过去了，真的是太棒了。最主要什么？99零级，你看，我们星星开给你看，哇，好美啊！你看到那个咸蛋黄多么的漂亮吗？那个颜色，而且我最
喜欢吃到的就是它的皮够薄，对，然后里面的馅够厚够多，真的耶，里面的蛋黄大大颗的，不是一颗蛋黄切一半啊，各位朋友，这个是蛋黄，然后呢，它里面的那个蛋黄呢，就是非常非常大一颗的，你看，是，哎呦 ，Oh my God， 哇！我告诉大家，你看到没有？那个心意啊，真的99.0级，但是里头的那个 product， 它真的很有心意，真的很贴心。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棒。想想看哦，如果呢你把这个呢带回家的话，或送回去的时候是吗？你会发觉到爸爸妈妈就觉得，哎呦，孩子这么辛苦，不管在哪都好是吗？有想到我们老人家，你懂那感觉是有多么的棒的吗？最主要是什么？只是99.0级。还有哦，我看到刚才啊，星星切的时候，就是我超喜欢，因为呢，它虽然还有闪闪亮亮，就是月饼所需要的那个油的那个感觉，但是根本看起来都不油腻耶。是的，而且呢，因为有些时候我们在吃月饼的时候啊，如果它会油腻的话哦，你一咬下去，哇，你整个嘴巴上面哦，就是那种油油的感觉，而且你只可以吃一口两口，你就会停了，然后就一直要喝茶，一直要喝水嘛，对不 对？但是这个你可以近看一下它的那个 texture 就是它的皮是非常的薄的，但是里面的馅呢非常非常的厚实，而且你看亮亮的一层外皮，但是旁边你有看到吗？没有任何的这种油脂的一个出现。哇哇！我告诉大家，你看到没有？当我看到星星在吃的时候，是不是那感觉是非常非常棒的？你吃那个月饼的时候是吗？最主要是什么？里头的馅要非常够香、够浓、够怎么讲？够多。但是呢，外头那个皮的话呢，你是要选一个比较薄的一个皮，因为这样你就不会吃辣啊，你不会吃到好像觉得哇吃得很腻啊。但是你看到没？我这个小妹妹，哇，你看。吃到一口一口的那种感觉，天哪！来讲一下味道怎么样？我跟你说，因为月饼每一年就吃那么一次，所以你一定要吃到讲究。怎样讲呢？要吃就吃最好的 ，OK？ 对。然后呢，这个月饼呢，你一咬下去你不会觉得很腻，是。再来就是它里面的莲蓉没有很甜，也没有很咸，但是是有非常非常浓厚的一个香气的。所以你吃了一口之后，你会想要再接一口，再接一口，再接一口，这就是呢好吃的一个现象。如果太腻的话我们咬了一口之后，你会先放下那个月饼，喝一口茶先。是。但是这个不会，你会连续吃个两三口先。哇天哪！所以我告诉大家，你看到没有？我们玉皇呢，他的那个月饼非常的诚恳，所以大家真的不要再等待了啦。这八粒的这个月饼，大大粒的，只需要99.0级。现在上网购买，或者是再扫一下我们 QR code， 还有一个5%的 Wow Cashback 等着你哦。今年就是玉皇的花好月圆月饼礼盒，每逢佳节倍思亲，美味月饼寄相思。嫦娥啊嫦娥，今天的月饼有什么呢？你看我们有四种不同的传统口味，就比方说我们玉皇蛋黄莲蓉有两粒，我们玉皇好运连连有一粒，还有我们的红豆沙有一粒，还有我们 green tea 也有一粒哦。是的，而且呢，年轻朋友还是很多的妈妈其实喜欢的创新的一个口味，他们创新的口味也很好吃哦，有的就是呢火龙蔓越莓一个，还有呢这个玉皇的流心黑芝麻一颗，以及金沙榴莲一颗。哇，那颜色也非常漂亮。最主要是什么？市价是215.0级，但是今天呢，八粒大大粒的月饼只需要99.0级，天哪，太划算了啦！你去哪里找嘞？上网抢购的话呢，还可以额外赠予5%的 Wow Cashback， 代表说下次我在 Wow Show 买东西啊，哇，又还可以再扣一个5块钱呢。真的真的太划算了啦！我告诉大家，今天如果你上网的话呢，你还可以用这种不同的手机 APP 来购买哦，所以千千万万真的是不要再等待了，把我们这个玉皇月饼带回家。电话占线中，但存货有限，立即使用 Wow Shop 手机应用程式或网站抢购，同时轻松游览更多实用好物，还可以获得5% Wow Cashback。十八
我们看到呢，我们在呢正式推荐月饼套组的时候，很多人。